这是一部当代都市爱情的轻喜剧，这里面既有少男少女勇敢，同时还有非常有可看性的悬念重重、跌宕起伏的强情节的悬疑故事。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诠释新时代青年对真善美的希冀以及寻自我，不是一早想出来的，必须要在现场看到他们怎么，所以每一次出来的下不可能每人会想到，包括一个实验室以及办公室属于本剧特有的场景气氛。大喜大喜！大家好，我是雷初夏。